道不行，不行。考虑啊。大概要久？因为机器人都不错，你这个鼠标应该好不行。先让他们习惯。习惯。对呀，习惯了。所以我明天明后天过来看。我一般都有视频的话都拍这视频，然后放到 YouTube 上。到时候你们拍，从这边拍，到时候好，每个地方你拍一个视频。